这个是春郁金，春天开粉红色跟接近白色的花。这个是秋郁金，秋天开花哈，开白色的花。这个是紫郁金，开紫色的花，开紫色的花。然后这是日本的品种，这两个是南洋的品种。嗯，那吃什么好的？效果不要讲，效果不要放在网络上，因为那个。讲到疗效就不要放，就不太那个，因为网络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。OK， 好的。